新闻开始，先来看到体坛捷报。日前，这个荣登柔道男子60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柔道男神杨永伟，昨天在阿布达比大满贯赛中势如破竹，连过三关，在最终金牌赛中更是一举击退了俄罗斯好手，让他一圆大满贯赛的金牌美梦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开赛双方就采取了主动攻势。虽然杨永伟几次在地面上试图压制对手，但是对方相当顽强。然而就在最后16秒，这关键的一记过肩摔，也把对手制服，顺利让他夺得生涯首座大满贯赛的金牌。他也在赛后开心的握拳呐喊。而阿布达比大满贯赛其实是杨永伟本季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他在这一站顺利摘金，不仅是巩固了排名以及积分，也有望以年终世界第一的身份完美结束本季赛季。Thank you.